先打，把台湾先球，对啊。训练你的腰部的弹性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做倒立的，这样，屁股往上抬。第三个动作，让你腰部这样往后，屁股不要上去，脚打开当做刹车，很安全。好，一分钟就好了。下来要再做，休息一下再上去，一分钟。哦，很安全。下来就是这样夹着再下来，上到下来。好，开始做。